不是说剧组的车就在附近吗？这好像不是剧组的孵化车吧？难道我记错了？你好，请问。叶姐姐，安安不是收工了吗？你怎么还没回家呀？看姐姐，叶姐姐不在吗？她早就走了呀。走了？谢谢苹果姐姐。你们小心一点，别搞出人命了。叶贤哥背后也有人的。你们在哪儿呢？库房。疯了吧？那地方很容易被人看见的。糟了，妈咪有危险！哎呦，这是哪里来的小朋友啊？撞了我也不道歉。请叔叔快帮帮我。怎么了？真摔着了？妈咪有危险，你快和我一起去救妈咪，她被人带去库房了。请叔叔，你知道库房在哪里吗？我知道。你疯了吧你们，大白天就绑架。你最好给我老实点。还好了，只是擦伤，一会儿消下毒，这几天可千万不能碰水啊。嗯。小叶子。叶子哥哥。大哥，这里都是出伤。妈咪，疼不疼？许叔叔，你轻一点。放心吧。嗯，我的伤快好了，谢谢许皮皮。来，好啦，开学吧。哎，叶子怎么样？受伤严重？看来是不怎么严重，要不我先撤，你俩继续。你觉得还有氛围吗？进来。这不能怪我呀，谁让你俩每天都黏在一起？要不下回门口挂牌子，就写 kiss 中，请勿打扰。进展挺快啊，嘴上说不要不要，不喜欢不喜欢，身体倒是挺诚实。还说，好，不说不说。咱们说点正事，那些人都抓住了，那个导演说是尹山云热有人指使他，让他搞砸剧组停拍的。又是苏岭山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剧是不能拍了，我们退出吧。让法务部去处理后续。最近有个新电影，我努努力争取给小叶子拿个角色回来。真的吗？电影啊？陆哥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等我消息。你要出去吗？啊，要回老家一趟。回家？我
要不我陪你回去吧。没事，在家里等我。大少回来了。父亲，怎么没打声招呼就回来了？是吗？爸，您问这话不是白问吗？大哥向来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今天肯定也是有事儿才回来的。没错，我是有事才回来的，不过不是找父亲，是找我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哪个不长眼的给他通风报的信？给我滚过来！住口！你打听我？我和你说过让你别动我的人，你是不是听不懂？上次给你的教训还不够？你身边的人啊，那个叶贤哥，你有证据吗？哈，他们动的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还有大哥，自己的女人都看不好，你有脸来指责我？学什么我就学什么，现在连婚姻你都让我住口！这个王富义的孽障，我养条狗都知道不该对着自己的主人饲养。爸，你没事吧？他说的对，当初生下来就该直接把你给呛死。狼心狗肺的东西。您说的没错，您当时就该一把掐死。刚才打你了一下，算是你还的利息，剩下的本金，我等你慢慢还。